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6月27号，我现在来到旺角地铁站 C3 出口，打算去朗豪坊四楼看一看教主的生日应援，那我现在走进去。是要预先 book 位的，如果不是呢就不可以进去的。那我问一问工作人员啦，我说是不是今天满了，他说不是啊，连续两个星期都全部满了。那他说提议我在外面拍啦，那我唯有在外围尽量拍些好的角度给大家看啦。
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离开前请俾个 like 同埋订阅我频道啊。下一次见啦，拜拜。